红秀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左。真哥就没办法模仿，就因为他声音太高了。然后小郭就是嘚嘚一直在说，然后大哥就是每天在踹门，然后柯宇就是逻辑很清晰，我也没法模仿。然后刘允哥就是干啥、啊？就对东北话。我就想先把手头的工作，对要演的角色演好就可以。最近都有会试到，对，就是咱事先不能说是啥。狗猫老鼠也不是，因为我养狗。因为狗完了就是猫，像老鼠嘛。确实去海边玩就喜欢海。我一般上网不太会搜穿搭模板，但是我喜欢看什么修牛体，然后吃播，最近还喜欢看人家沉浸式吃南方的那种馄饨，有很多就是芬迪新的一季的衣服，我就会这一个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你是我的宝贝。拜拜，红秀购的朋友们，今天也要够开心哦。